到你左边的耳朵。好，吐气，把你的头往右边轻轻的放下去，然后你要你觉得手肘去找你的地板，好，吸气回来，再一次吸气，吐气，把你的头往右边，慢慢慢慢的压下去，放松你的颈部，好，吸气回来，好，手放开，再一个吸气，把你的左手伸起来，吸气，去到你右边的耳朵，好，吐气，把你的头往左边下沉，再深深的吐一口气，让你的手肘呢去找地上，好，让你的颈部呢再做一个放松。那因为平常我们现在都是三 C 族嘛，相当都低头，所以其实颈肩膀都是非常的紧的。好，吸气回来，再一个吸气，深吸吐气，往左边。好，手肘再次的下沉，肩膀放松，肩膀不要耸起来哦，肩膀放松。好，吸气回来，吐气，把你的手放下来，往下沉。好，吸气，手往上，十指交扣。好，一样放在你的头后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一个吸气，吸把空气呢吸到你觉得吸到你的头顶，然后吐气呢，手好像是你的枕头，往后躺，躺在你的双手上面，往后躺，慢慢慢慢的往后躺。好，吸气回来。好，再一个吸气，往上，吐气，往后，往下，好。好，再给吸气回来，吐气，手放下。好，我们把脖子往右边转，转动的时候呢，请你记得把你的脖子呢到每一个点都是最深的地方，往下的时候是最深，往右边的时候是最右边，往后的时候是最后面，左边的时候是最左边，让它大大的转一圈，你可以慢慢的转没有关系，但是呢一定要到最大的长度，往下的时候是最下面的，往右边的时候是最右边，往后的时候是最后面，往左边的时候是最左边。好，你的肩膀呢请你放松下来，如果你觉得你的肩膀会耸起来的话，请你把你的肩膀往后转一圈，然后往下放松，再开始转动你的脖子。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是要放松你的肩跟你的颈部。好，来，我们换边，换左边，逆时钟往左边转一样哦。请你呢转到每一个角度最远的地方，往下的时候请你往下，脖子真的往下，左边就往左边慢慢的转没有关系，往后往右转一圈。好，肩膀就放松，肩膀不要耸起来。好，我们今天会用到很多颈部的动作哈，所以我们颈部的放松，让颈部放松一下。有没有人有咔咔咔的声音？没有开声音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咔咔咔，因为常常带这个动作，很容易听到有那个咔咔咔的声音。好，回来我们中间。好，接下来请转动我们的肩膀，肩膀先往前画一个大大的圆，再往后吐气。再一次吸气，往前转动我们的肩膀，画一个大大的圆，吐气下来。再一次吸
气，转动我们的肩膀，吐气，放松，往下，吸气，再一个往上，画一个圆，然后往下。OK， 好，来往前咯，往前吸气，往上画一个大圆，往前放松，再一次肩膀吸气，往上画一个大圆，往下吐气放松，再一次吸气，往上画一个大圆，往下，再一次吸气，往上画一个大圆，往下。好，接下来放松我们的胸部，好，胸部这也很重要。好，在古典舞蹈里面，待会因为胸它其实整个肢体它是一整个呈现整体的律动的。好，那胸部可能大家会比较不习惯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都是女生，所以呢你就用力把你的胸弄出来。好，先第一个动作呢，先我们把胸部往前，往前 ，OK， 往右边。好，请注意哦，这时候呢，我的胸部往前的时候是，就真的往前，就用力把胸部挺出去，不是挺肚子哦，我不要挺肚子，是要挺胸部，胸部挺出去。好，往右边，右边的时候呢，请你不要动你的屁股，也不要动你的身体，我只要胸部往右边，看我的腰下半身是没有动的。OK， 好，来往后面收，把你的肚子收进去，对，把你的胸部包进去。好，往左边，左边，我只动胸部哦，胸部左边，我的下半身是固定在下面，站好。OK， 好，前面再一次，前面往前，好，右后左，只要动胸部就好了，前右后左，再来前右后左，这部分大家慢慢点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来画一个圆，用我胸部画一个圆圈哦。好，把我刚刚四个点连起来，前右左前右后左前右后左，你这时候虽然我们在动胸部，但同时也动到你的腰了哈。前右后左，慢慢的画，对，把你的胸部呢做一个伸展跟延展。好，我们来换边哦，大家还好哈？好，来一样哦，前胸部往前，好，左左边，对，我只动我的身体的胸部往左边，想象有人把你的胸部往左边拉。好，后面。后的话，把胸部收进去。好，右、前、左、后、右，再来一个前、左、后、右，最后一个前、左、后、右。好，我要把它连起来喽，画一个圆，把这四个点连起来。一样，胸部呢去找到这四个点，前画一个圆，左后右，前左后右，前左后右。 OK， 好，来放松一下，吐气放松，往下吸气，往上。好，接下来要放松我们的手臂，好，放松我们的手臂蛮重要的。好，来，请大家先十指交扣，好，往上吸气，往上吸气，好，吐气放松，再一个往上吸气，十指交扣，好，吐气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我们的手臂吸气往上，好，用左手呢去压右手，好，延展我们的手臂，往左边压过来。好，再一个吸气，吐气往左后方旋转。好，可以的话，你的眼睛呢，视线呢可以看到你的左后方，越后面越好，但是你的屁股跟你的屁股跟你的脚是没有移动的哦，我只要你的腰的扭转，
好，再来吸一次，吸一口气，再一次吐气。你可以再往的左后方再扭转多一些些。好，吐气回来，慢慢的回来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右手往上，左手去压右手臂，好，往左边压。好，延展我们的大手臂哈。好，再一个吸气，吐气，请你往左边左后方扭转，请注意哦，你的脚跟你的屁股是没有移动的，只有你的腰往后，带着你的手臂往后，你的角度能够看到越后面越好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吐气回来。好，换，有没有觉得右手蛮舒畅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换左手了，左手一个吸气往上，好，右手去拉压左手，好，往右边压左手，让它伸展一下。好，一个吸气，吐气往你的右后方一样。能够看到越后面越好，但是呢，你的屁股还有你的脚是稳稳的在地上的，只有你的腰部是做扭转的。你的身体，你的左边的脚不要翘起来哦，你的左边的脚还是一样在地上，右边的脚是一样稳稳的站在地上，只有你的眼头，眼睛去看左后方。再一个吐气，你可以再往后一点点。好，吐气回来。放松一下，好，再一次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去压左手，往右边，延展你的左手背，好，一个吸气，吐气，请你往左右后方，眼睛看向右后方，两只脚是稳稳的站在地上，只有扭转你的腰部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吐气，放松回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到我们的腰部的动作，还有屁股的动作。好，好，那我要请大家呢，跟着我现在跟我们的屁股喽。刚刚有胸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很简单，就是呢，请你把你屁股往前，往前，屁股往前。OK，好，往后。我们做一个微笑，好不好？现在都流行微，我们是微团练嘛，微笑，好好，往前打一个勾，往前打一个勾，往后，你的屁股哦，屁股往前跟往后，再一次哦，来，往前后，前后前后，你要觉得你的屁股，哎呀，怎么那么可爱，有趣？美妙、性感的屁股来了，有吗？OK，好，好哦，好。接下来我们右边跟左边，大家都很会。好，右边一样，我要一个微笑呢，把我的屁股推到右边，要比老师还高才行哦。大家有比我高吗？我看看，有。虽然老师屁股比较大，比较明显，但还是要比我强。好，OK，再往左边呢，我一个微笑往左边。好，你的屁股就是推出去，有人从那个右边推你的屁股推出去。好，再往右边微笑上去，右边好，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右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屁股画圆圈了哈。哎，一样哦，屁股先往前右后。左、前、右、后、左、前、右，屁股，我们的屁股，后、左，好。接下来我们来屁股画圆圈了，把刚刚的四个点连起来，一样往前的时候是到最前面，右边就是最右边，后面就最后面，左边就最左边。开始喽，预备，来，前、右、后、左。前右后左，
前右后左，前右后左，扭转我们的屁股哦，前右后左，最后一个，好了，非常棒。好，我们现在换边喽，换左边，前左后右，好，继续哦，前左后右，老师放个音乐，前左后右，前左后右，好，画一个圆往左边，画一个大大的圆圈，把你刚刚那四个点呢连起来，每个点都推到最大，把你的屁股推到最高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的上半身尽量不要动，就是，不是这样。好，你的上半身尽量不要动，只有你的屁股在动。对，非常好哦，大家。好，很好，最后一个来。好 ，OK， 来，那来手的部分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手立人型基本上只会用到两个手的姿势，两个手部的动作。第一个呢是莲花指，还记得吗？对，记得呢。很棒。好，大拇哥的地方呢，大拇哥，请你不要粘上去，但是大拇哥是用力的，靠近地中指就好，靠近中指就好。然后四指呢是往上，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它的，你看我的五个手指头是有点像一个花的形状，有吗？就是五根是分明的。有看到吗？好，但是它是用力的往上，五根手指都是用力往上，然后它有层次，对，很好，丹丹可以，然后咪咪也很好 ，OK， 木耳很好，好，这是莲花指的部分哦，哈 ，OK， 好，那再来另外一个呢，是四指往上，一样四指往上是并在一起的，但是大拇哥一样是用力。好，立人型等就是这两个手势而已，很简单。第一个是莲花指，第二个是这样子。好，一定不会有这样子的动作，一定不会有五指放松的动作，绝对不会有。在古典舞蹈里面没有这种手指头。OK， 好，可以哈，好。来，那现在呢，请大家跟我做一个动作，好，手部的，等一下我们舞蹈的时候会用到。你打在干嘛？好，来。翻过来，内部，先两个掌心这样子合在一起，对。但是我是用一样哦，四根手指头跟大拇哥都是用力的。好，然后翻过来，翻过来变成是两个手交叉，对。OK， 好，再一次哦，来这样子平的翻，再一次来平的翻。好，所以翻的时候它不会变这样，好吗？它一定还是这样子，就是我每个地方我都教得很细节，是因为这样到时候跳的时候才会好看。好，好，再一次哦，来，平的，然后翻，对，翻的时候一定是四指都是并拢的。好 ，OK， 可以，好，好。那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下，我们伸展一下我们的。脚的地方，那你们可以找你们的床啊，或者是地板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先躺下来，看得到我哈，先躺下来，我弄一下。好，好，躺下来呢，请你先把脚掌对着脚掌，脚掌对着脚掌，好，然后先放松我们的胯。好，请你把两个腿呢，就是尽量的往下放松，让它松一下我们的胯，因为其实平常你很难有机会可以松到那个胯部的地方。好 ，OK， 来，那接下来呢，请大家呢，先到我们的，这个在瑜伽叫做四足跪姿，但没关系，就是呢，你就是跪着，但是跪的时候呢，请你，右手。跟两只手是在肩膀下面，与肩同宽打开，然后后面两只脚也是与肩同宽打开，可以吗？好好 ，OK， 好，很好，我看到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请你把右脚先抬起来哈，右脚往上抬，一、二、三、
身体的稳定，你的手跟脚都还是粘在地上。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OK， 我们来换左脚。七、十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六、七、八。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回来，好，请你往后坐，把屁股呢放在你的脚跟上面，然后头轻轻的点地，两个手呢往前延伸到最长的地方，就拉伸我们的脊椎，然后放松你的背部。手可以就拉到最长之后，你的手臂就可以垂下来，轻轻的放在地上。兔兔记得把麦克风关掉。今天我们暖身时间不是太多，所以我尽快的带过每一个动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往前做。好，做的时候呢，请大家注意，你的脊椎呢一定要正的。那怎么样确认你的脊椎是正的呢？就是保持是往上的呢。第一个呢，有一个小小的秘诀，请大家把你的屁股啊，你的屁股呢往后翻，你的两片屁股的肉呢往后翻，对，让确保你的脊椎是直的，在地面上或是在板子上面。OK， 好，然后想象呢，现在有一个绳子呢是拉着你的脊椎往上。好，然后脚呢就直接，脚掌往前，可以好坐正了吗？好 ，OK， 好可以。那我们现在请慢慢的往下躺，慢慢的一节一节的，好，不要突然躺下去，一节一节从我们屁股慢慢慢慢，然后尾椎一节一节一节的躺到地上，或者躺到你的垫子上面。好，双脚抬起来，往上。好，先让我们的脚掌做旋转，好，扭转一下我们的脚掌，运动一下，就是转一下我们的脚掌，整只脚，好，反方向转，好，来，然后呢，把左脚放下来，右脚抱你的右脚，抱着你的右脚，然后往你的胸部压，二。三、四，好，放松回来，再抱着你的左脚，好，一样把你的左脚呢往你的胸部收紧，然后右脚是伸直的在地上哦，好，放松回来，好，接下来会训练一下我们的这个核心肌群的地方，好，来，两只脚往上，好，然后往下哦，吐气往下，慢慢慢慢的往下，但是不可以碰到地上，在地上45度，好，吸气上，下，慢慢慢慢的下来，上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下二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你下去的时候不可以碰到地上哦。上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可以换你脚伸直。下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大家还好吗？肚子有没有酸酸？好，放松一下你的脚哈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请你把左脚放在地上，右脚往上。然后弓往右边打开，上 右脚上，右边打开，打到最开，一样是伸展我们的胯部，往上，右打开，好，往上，右打开，上，打开，好，来换我们的左脚，上，打开，往左边打开，上，左脚往上，左边打开，往上，
左脚打开，往上，左脚打开，好 ，OK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侧身起，慢慢的哈，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多，所以暖身大概先做这样子。等一下我们在带动作的时候再带大家暖身。等我一下。OK， 等我一下，我把这个垫子收一下。等我一下，解放到这里去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呢，从上次教了四个八拍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那我们接下来会教五二三四到六二三到七二三到八二三四，接下来的四个八拍。但是我就直接喊它五二三四六二三，所以大家以后就记得这个拍点，这个是第一段。那之后会有第二段的部分，一样是八个八拍这样。好 ，OK， 来，那我们先从四二三四开始。四二三四大家还记得吗？出去对不对？然后四二三四有没有往上？然后五六七八，记得吗？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动作。我教动作的时候通常会接上一个动作，因为这样子你们比较会记得。那这个动作一定要教，也是因为他待会连了五二三四，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动力。所以我们再一次，从四二三四开始。好，四二三四拉回来，就左脚，然后拉回来，四，右手往上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五二三四，先看我怎么做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我们的那个手呢，都是莲花指。OK， 好。五二三四的时候，请注意哦。五，这时候跨出你的左脚，跨出你的左脚，看得到我的脚吗？是不是需要再近一点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大家看得到吗？镜子的动作。好，我刚到五六七八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有点点微蹲嘛。